我们横捋斜捋腰到这个地方了，它是把脚尖拉过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腰过来，把脚尖拉过来到这边，你看我的腰到这边的时候连接到后腿，是不是？在这一步上来到这边差不多，听不懂？它就是这个劲，它就是斜捋下来到这边一个劲。你看我的腰啊，好轻，有没有轻？这个地方的步回来是我的腰在这里，你看腰在这边拉住了，是不是？我在这边把它拉起来，拉起来以后，我到这边的腰一回，打，听不懂？我们以前在教招式的时候，是斜捋，这边用这个力量拉到这个地方来了，然后落胯松的，是不是？落胯转过来，上步，重心上步，这个不是。这个不是，你看这个的转动，这边这样子，看不懂？懂吗？跟那个白鹤亮翅那个也是一样，白鹤亮翅的那个步，你看白鹤亮翅的步，哈，这个起来，我白鹤亮翅的这个步起来到这边，你看也是一样，我的腰转到这个地方来。我们本来白鹤亮翅练习是这个起来收然后伸嘛，是不是？它这个 连起来的话是这个样子的，起来，你看我的腰走到这边，它是不是被拉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拉起来到这边，当我的腰一回来的时候出去了，弹过去。哎，对了，是这边一个圈被拉紧了以后，啊，我一放这样过去，是这样子过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没有？对了，这样懂吗？哎，这样子啊，所以你用的方式不同的时候，你的表现会有差异。表现会不要用胸。我讲起来那个力量，绝对不要用胸做，胸还是含胸拔背还是松的，是用腰做。用腰做，不要用胸做。好，来，再试。